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rnament。今天我们来玩我们的行尸走肉时辰啊，我们的最后一集。今天呢，老头呢有一点鼻塞啊，感冒了，抱歉，没关系，老头会努力的把这个最后一集给完结。好、啊，之后呢，这个完结之后呢，就要出别的游戏啦。啊，至于是什么呢？啊，不要问啊，你会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上一集呢，很意外的获得了这些金额之后呢，马上把我们所有武器强化到最强，最后一把武器攻击最高，高达140万，36发子弹，9%的命中率啊、哦，是这样吧？应该是啊，反正呢，装填速度 1.8， 到底是强不强，我也不晓得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必须用这一把最后的武器来打通我们的第200关。好，不要不多说，我们先从竞技场开始。哦，现在鼻音有点重，讲话有点怪怪的啊！啊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老头鼻音说话的样子啊？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另外一个人了呢？啊，会不会突然变成含卤蛋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各凭想象了啊！会不会因为鼻塞啊，我的声音就变得更有磁性了，也说不定。要敲三下才会死掉，我们大概三个十个我们就挂了吧。哎呦，我居然可以杀到10个以上，可以。这根本过不了啊，15个。我们这么多钱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了，我说真的，已经没有用啦，那买手榴弹算了，好不好？啊。哦，买几颗就买几颗哦，我好有钱哦，我好有钱哦，买一包，哇，第一次买这么多东西耶，感觉好爽啊！哇，下面你看，1、2、3、4，这什么？哎呦，怎么突然lag啊？这把枪是灭音的，哎，为什么突然这么lag？这个关卡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又正常了，一下累格，一下正常是怎样？哇，我这把枪好强啊、哦！可是它好像不能瞄准的样子。没关系，下一关可以瞄准吗？不行。对，我装填 1.8 秒也是受快的、欸。但是感觉不是很准。走开，笨狗狗！很会飘啊，那个子弹很飘啊。不过我觉得伤害可以啊，虽然就是怎么讲，后坐力蛮强的。行行行，这个我接受，没关系啊，都已经快过关了，随便打了啦。打不过顶多丢丢手榴弹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。从上面下来，有朋自远方来。Hello，Hello， 啊，又来了，别跑啊！他这最后一把枪真的是飘得很严重啊。我觉得他不应该要有这个瞄准准心的，我觉得这个瞄准准心实在有点碍眼，我觉得非常的碍眼啊！啊，抱歉，这个鼻塞有点严重啊！180关，来吧！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鼻塞超严重了，人家鼻音好重啊，讲话已经不是我原本的我了，去死吧！Yeah， 直接滑下来。我觉得准心真的很碍眼啊，我都会瞄错啊。那个准心可不可以把它关掉啊？真的觉得它真的很麻烦，不要准心反倒还比较好瞄，因为就变成说我会下意识的想要用那个瞄准镜，好不好？不是瞄准镜，我会下意识的想要用那个雷射去瞄准，反而会打偏。喂喂，哎、欸，哦，后面好轻松哦，
这把武器果然是神武啊！来来来，181关，来啊！还有谁？特种部队都来了，特种部队也不是我的对手啊！认，喂喂喂喂喂喂，笨狗狗，笨狗狗，啊啊啊！上面，啊啊啊！认，那个头飞超远的。Triple kill，Triple kill，Triple kill。哇，后面根本就是推啊！一整个一路向北，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抱歉，伤了你们的耳朵。哦，我突然觉得为我鼻音唱歌起来像周杰伦。我无的香味，已无法再爱上谁。抱歉，没有气了。我还是乖乖玩游戏吧，啊，不然等一下就没有人要看了，哭哭哦。你们不会觉得就是感冒鼻音很重的时候唱歌特别有感觉吗？就是有那种就是哦，新的唱腔感觉好棒哦，就感觉自己唱歌能力变强了。走开，要笨狗狗。啊！你们感冒有没有那种鼻塞严重都有那种感觉？变成歌神啊！自我催眠。好啦，想太多了。哦，长跑选手又是你。Hello， 你好吗？衷心感谢，郑重再见。期待再相逢。嘿 ，Hello， 你好吗？重新再见。哎，阿甲，很会哦，这么会？哪里？两边都有。啊，这是被弹给了吧？吓我一跳，那么靠近干什么？啊！全部冲过来，我要吃喽！那种感觉。好，那个张君雅小妹妹，跟定来吃饭啊！跟定来吃饭啊！张君雅小妹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184 ，OK。哎，又是你！喂！我那个头怎么飞那么远啊？这么厉害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吃三小？哎呀，洗吧，洗吧，投过起来哦！我不保证打死你，我不保证不打死你。嗯，刚刚少讲一个字。不管啦，疯狂扫射啊！呀、yeah ，反正子弹无限嘛。哎，对哦，这个游戏到现在为止玩起来，我就突然觉得好家在它没有那个没有子弹限制啊，有子弹限制我就更难玩嘞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有子弹限制就不用玩啦、啊，射完子弹就等死啊，要考验你的命中率啊。完全考验你的命中率啊 ！Triple kill， 嘿，哈哈，弹一下有没有？哎呀！啊，我觉得我好像智障啊！玩这游戏玩到腔掉了。什么声音？谁那么靠近？我走！干什么东西？狗狗不要来！啊！狗狗不要！嗨，你好。
哦，那命中率极差哎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保护宝宝关卡又来了，应该不会太难。通常这种关卡应该 都算是简单的，因为通常是一枪一只啊。喂喂喂，这什么新的敌人？哎，不对啊，现在没有一枪一只了。哇，这一关！这一关神难啊，哇！我靠！我靠！哇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哇哇哇哇哇！我靠！我靠！不要！不要！不准你靠近他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十万火急啊！你怎么可以忍心这样伤害小宝宝？小宝宝不行，这样子受到伤害啊！啊，我的鼻子突然通了，哎，突然讲话正常嘞。哦，突然通了我的鼻子，一个紧张刺激，啊，我的鼻子稍微通了一下，187关。哦，刚刚那个好刺激哦。对嘛，就要做的像这个样子才刺激啊！不然的话，你看敌人过少，还要等。哦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啊，哦，死定了！哦，我靠，来真的啊！新的嘞，穿辐射装的人，辐射装的僵尸。我觉得那个就要用我的狙击枪射他，反正我现在钱那么多，啊，我们多买一点狙击枪子弹好了。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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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到那个声音，换一下，不是。哦驾，轻轻松松。哦，还要打针补血，我不用补啦。从来不补血的呢，死了就算的那一种。哦，70几万呢，来买一下买一下。哦，我好有钱，我超有钱。哎，这边居然有飞刀，哎，不讲我还不知道，不拉我还不晓得，我居然这边还有飞刀可以选择啊。哦，一次10把，那我还不来买个50把？我的天啊，现在是什么情形？飞刀是5是不是？玩一下飞刀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钱那么多。来啊，单挑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哎，不对，那是我近招近距离砍的，丢死你！啊，没什么伤害啊 ！Oh my god！ 不不 ，I hate you！ 被炸飞了！不要，大哥，求你了！我生来爱好和平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们不这么做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但是你们偏偏就是要我要来伤害你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这一定要依赖这个点浆，那个花钱的子弹了啦，一定要依赖狙击枪了，不然这边会很难过。哎，射不到是怎样啊？结束。呜，还好还好。189，呜呼，我们快要破完了，赶快把这游戏玩完吧。这是怎样啊？烂僵尸，赶快出来丢人现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我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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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，
对，哎呀，该死，对，这一关怎么这么的简单？嘿，好惬意啊！其实我玩的蛮爽的，点点点游戏，啊，又是这个该死的竞技场。哦，辐射，啊，完了，死定了。这种僵尸靠近来，我就想等死了，没救了。穿着那个重装的僵尸群，那。十只，好，多少不管了，191，来吧。呜呼，又是这个点点点游戏。哎，没中，阿甲。干什么东西 ？Monster kill！ 来都来！呜！扫射时间，让你们知道谁是老大。那没有半个射到，有没有？还有吗？哇，这边60只啊！说来也轻松啊，那就一枪一个嘛，就是要这样才有感觉啊！来，过了啊！196又一个狙击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的，相信你自己。相信，不要相信你自己，你相信别人手下。警官 Sir， 累格啦，这个游戏的优化真的很烂哦，3不5时累格是你们专长是不是？完蛋啦！这个警官北北血很厚哦。这到底是僵尸还是人啊？看，听他的叫声不像人嘞。不要累格啦，大哥，你的累格我很困扰啊，时好时坏啊。这个游戏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时好时坏，累格。又来，你看一开枪又开始盾了，这个没问题吗？感觉像被噎到一样。又一只，哇，什么声音？麦刀啊啦！追！结束，轻而易举，轻松。194，哦，又来了。点8就可以把他们打死了。哦，快速连点大法。马上 KO！
Oh no！ 一次来这么多，这些杀不管了，这比较危险。Oh my god！这边，哇，两只连在那边是怎样啊？七只手榴弹的啦，烦死了！爆！哇，居然没被炸死！你是飘去哪里啊？魔鬼的步伐是不是？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！我母亲问我，你怎么不开心？是一个滑板鞋哦，是一双滑板鞋，摩擦摩擦再摩擦，时尚时尚最时尚，摩擦摩擦摩擦，我的头飞好远啊！来了，反不反啦、啊？哇哇哇哇！带头带头，这个带头的。大成功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哦，这又来又来又来了！哇，还是来两只啊！去死！撑住了，撑住了，呀，呀，哎，还差一只，过关，哇，好刺激啊，越来越多嘞，再来一点，拜托，啊，狙击关，我们快要完结了，我觉得这次没那么容易耶，希望我能过，不要再累格啦。你现在这种累格不会很难过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哎呦，不错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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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！我的子弹装超快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了！被咬十滴。撑住了。哦，麻烦死了。来，剩下四关，我们有办法过完吗？一定是有办法的，时间早晚问题。卖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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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给我！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！哎，不止一只，这只先杀。哇！No！ 我要动用武力了。其实我不想浪费那些子弹啊，说真的。杀！杀很大，我快死啦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哎呀，还好过关了。下一关。哦，我们一百多万呢，竟然可以打到一百多万，198。
别叫啊，吵死啊！可恶，快点！苗头！哦，被咬了是不是？谁对我开枪？不要对我开枪啊！我会受不了啊 ！No！去死吧！哇，这个好多、哦，一直来耶，层出不穷啊，层出不穷啊！完了，已经不行了，我要被包围了吗？不行，我砍砍。砍死你们！来呀、啊，来来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？通通拿去做基金！哎，我死掉了！干没送啊！再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通通都来呀、啊，没关系，所有的钱都砸在这里了。可恶！终于啃过了啊！躲啊！气死我了！连续死了三次 ！Oh my god！ 199完了，这个越来越难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过了。欸，狗狗，该不会这关好过吧？都是狗欸！我觉得都是狗应该蛮好过的吧。这一关是居然是轻松关，不是吧？还真的哎、欸！哇，轻松关卡！割草喽 ！TP 啊，走开啊！哎呀！割草喽！耶，终于打最后一关了，各位兄弟们，我们终于要挑战最后一个关卡了。这一关到底要怎么过呢？来，第200关 ，BOSS 在哪里？搞什么东西？我为什么莫名其妙被炸了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这一只。我靠！我要帮忙点掉，等一下，笑屁哦！我靠，没点到就死掉是怎样？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个比较近的先杀掉。碍眼，哟，要把他炸弹给点掉，笑死了！哎，这个太远了，完全弄不到。干太该死了吧！哎、欸，这波数53波啊！干这一关好难啊，我很忙哎、欸，这一关。我根本没有时间。靠背。靠北太忙了吧！No， 要死了 ！Oh my gosh！ 还好我没有花太多子弹，剩下的该买什么？我觉得手榴弹真的很烂。要么就这个吧。近战完了没钱了，补包还可以，子弹。拼了拼了！刚开始拿狙击先跟他玩一下好了，你们说好不好？给他杀没差，我先消他的血量。
狙击。这样都不对劲啊。哎，为什么那么累格大哥？这个时候累格太不对了。不要闹了。哇，那么两只啊！先打针，怕我死掉。这个直接开砍了啦！这个近战比较快。这样好打多了。到底几波几只啊？光是处理这几只我就打不赢了。还有那个美国时间在那边设那只网，别闹了，先打这只比较实在，不然我真的会死。没有美国时间去理那只网了。我靠！我靠！别来啦！完了，这只家伙要来啦！Oh my god！ 打针。不要闹啦，王已经来啦。 Oh my god, oh my god， 干胜你了，妈的，没有人可以跟我比你，全部射你脸上，太夸张了，你太夸张了，射死你。哇，那个头，哇，妖许我不见了，拿小刀跟你尬，来啊，硬碰硬是不是？哎，挥不到哎，哇，只能开枪，我赢了，我终于赢了，去死吧！终于要结束这场闹剧了，终于要结束了 ，Oh yeah！ 没了吧？到底了，然后也没有一个完结的一个动画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直接结束了。哇，两百关就这么的如火如荼结束了。他这个剧情只有做前面跟前面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后面什么都没有。哇，一个烂尾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一个烂尾，我还以为会一个结局动画说救到了他的女儿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好吧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终于把这款游戏给玩完了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也感谢支持这系列的各位观众们，感谢你们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，没有下一集了，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了，拜拜。